欢迎再次回到我们校园 Superstar 第四场半决赛的比赛现场。那首先要掀开序幕的呢，就是我们女子组的这个比赛了。第一位要出场的是 F1 的谢慧贤，来自加东修道院女校。这不说你不知啊，我们的慧贤呢，其实来自音乐世家，哎，她家里的乐器呢非常的多，一起来看看吧。 是我，而我最疼的呢，就是这些常常来我家做客的大猫咪、小猫咪们。慧贤平时很乖，也很用功读书，自从参加比赛之后，变得比较独立，不用我们担心。在平时的时候呢，我们也会在一起啊，互相的认识，无形中增加我们家庭的凝聚力。 他常常拿我的衣服和化妆品来玩，我就教他怎么化妆，把他变成一个美丽的小公主。欢迎 F1的谢慧贤挑战校园评判黎费辉写给潘嘉丽的作品《Love Me Again》。
首先让我先说一下，你今天穿得很可爱，很漂亮哦，很适合你哦。可是哦，这是外表啦，声音方面，我觉得这首歌曲很悦耳，很适合在录音室录了之后，然后大家在耳机听哦，很悦耳，很舒服这样子。可是现场唱的话呢，我觉得这首歌曲会比较难让你发挥。你的比较漂亮的音色是中高音，可是这首歌多数都在中音跟低音那里，哦，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其实不是那么适合你唱，好，可以更好的，我觉得，好，加油。谢谢评判。慧贤，好的，就是我觉得你有把那个甜蜜带出来，这首歌的甜蜜，还有你有控制你的腔，那个你知道那个腔你控制得很好 ，OK， 今天比较干净一点，就是你的低音有一点萌，那这首歌很多就是那种中跟低音下面的，所以我还是觉得它不够 bounce。OK， 不够 bounce。你很喜欢选那种安全牌的歌，如果能够进下圈的话，你要多一点尝试。OK， 不一直可以这么安全。谢谢，加油。其实以你今天的表现呢，我真有两点我要说。第一点就是，我觉得这个歌基本上它的 key 好像感觉对你来说有一点点低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觉得这首歌很多点，啊，嘟哒哒嘟嘟。嘟嘟嘟嘟，它有点的跳动，你知道吗？你唱不到那个跳动感，啊，这些是比较可惜。到后面你的跳动感就慢慢出来了，但在前面都没有，啊，这个要注意一下，加油。谢谢您看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马上来看一看呢，就是我们 F1 的慧贤到底拿了多少分？林喜玉6.5分，叶良俊7.5分。李斐辉6.5分，总分是20.5分。这个时候呢，支持慧贤的朋友呢，可以 call her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。他的头衔号码呢，就是19001123301或 SMS F1 到71199。好，下来呢，我们的第二位参赛者 F2 的许正宁呢，马上就要出场了。他是来自莱佛士女中的一位同学哦。没错，很多人都知道呢，正宁除了唱歌之外呢，跳舞也很厉害。但是今天呢，他有另外。